我们有很多很好的元素，但是我们有一个很不互信，没有很在乎这样子一种心态。除非你们认为球季现在就可以结束，我们打包一下，接下来的比赛用什么态度来面对？相信自己，相信队友，相信团队，相信教练，这是唯一条的路。看一下右尾的空档，这个三分球再投进去哦。现在右尾就是在这个点投进的时候还跟他跪于说，自己的表现就是其实教练跟队友都很鼓励我去出手，那自己就是保持企图心。右尾啊，这我觉得还是要敢投啊，因为在空档上面其实真的是很多。上来右尾先自己拿到分数，来看一下这个转换快攻，当天有人数上面的优势。最后右尾自己来看三分球，今天第三颗了。左边45度是他的热区啊，已经三颗了。像右尾这个部分呢，他的投篮，他投篮没有改很多，他就是那时候我跟正如有提到，就是建议他，因为看他投篮的时候，他脚会勾起来。那如果试试看，就是把脚伸，就是不要勾，投出去整个脚是伸直。要不就这样吧。短短的改变，他自己有反应说，他觉得投得比较轻松，没有那么吃力，然后每次不会投得短。他刚好那天也准了，这个其实因为也没有练很久，大概抓了一个多礼拜、两个礼拜而已，所以不可能有那么大的一个、那么快一个、那么大的一个效果跟改变。就是你球员你自己相信自己的能力、自己的信心去投篮，我觉得是，其实我觉得是更重要。右围看到篮底下闪过了强森的封锁。这个右围现在这样子的得分都比较属于零星哦，在快速发球，门神跨步给到外围洪凯杰，今天他很准啊，果然再来一颗。在上半场，富邦勇士打出一个65-52，有着13分的优势，进入到中场休息。啊，34号在这里的时候。你应该平常很好啊，大家都很好，玩在一起嘻嘻哈哈的，为什么黏在一起的时候不会开口呢？继续啊，下半场再加油，提醒你啊，要加油，大家要加油，要加油。Hey, we still have a chance. Okay, we still have a chance coming back. 走。这里来一个long two的尝试，再拿两分。要来过十分吗？转过来的抛投，右尾拿到了分数。今天进攻上面倒是蛮果决的。刚刚讲富邦去做这样的组合，在进攻端上面，甜蜜切进来，直接来一个左手飞扣。对，第三节这么的迅速哦。啊，这个又是一个快攻，哇，这个今天甜蜜的收太来一个双手扣篮，冈田现在气势起来喽，再往外交，强森。现在双方的进攻水龙头都打开来了，赖廷恩第四节上来算是管得大用哦。对，而且充沛的体能。其实我觉得对富邦的整体来说是内容是还 OK 的，进攻防守的内容还 OK， 只是球员的态度现在我觉得是很容易会去低投，不管是进攻投不进，或者是防守你可能连续两三波守不住，因为这些在篮球比赛里面都会发生嘛，可是就是发生了之后，你要想办法，不是低头怪自己或者是怪队友，你要想办法跳出来帮助队友去守住一波，或者是稳稳的放进一颗球。老朋友碰碰还有阿瑶把目光呢移向我们大荧幕，我们准备了一个小礼物要送给我们的老朋友。因为毕竟待这球队蛮久，就感觉好像回到家里打球，只是
身份不一样，就是可能来这边是以客队来跟他们比赛，对，所以说在打的时候就对彼此都很熟悉，然后也有认识很多一些球迷啊，球迷也是很愿意支持我们，对。天米要直接打塔克，进攻犯规！哇哦，这球只能说塔克的经验很好啊，你就在主播台前面呢，这是一个超级，也是丹尼尔的埋伏出手绕枪还是不中，哇！第一个三分球什么时候来啊？吴镇宇发生失误，这两边乱成一团，好被抄到，哇！这个传球马克老师早就已经识破了。迫使邱大中教练一定要再次喊出暂停了，有点失血不止的感觉。教练谈一下本场比赛。现在来记者会越来越害怕，越来越不想来。就我们现在啊，出现很多的问题，同样的问题呢，一直出现在每一场球里面。失误也多，篮板球这方面等等，很多的状态都没有在这里面呢。所以今天这场球赛呢，根本都没有在状态的，所以打的讲真的很令球迷一定是很失望的啊，这个肯定要再加油。球场上的沟通变很少，赢球或输球的时候声音都一样少，这也是我们需要赶快去做调整的地方嘛。就像教练讲的，不要只有在私底下跟感情很好，就是大家在场上多一点互动，或是队友进球的时候你很开心，或是我们一起守住一个球，我们一起很开心，这样。不不，我知道你不喜欢喝酒，你只喜欢跟大家一起的感觉。OK， 那就把这个感觉再拿出来。OK， 大家不要一直埋个头，虽然我们一直没有办法赢球，但是埋个头没有任何的帮助。他没有这个球，有啊，有，当然有啊。他比较高，要跑再进，好不好？主要是要跑给塔壁，那塔壁要做五号 ，Daniel， it's a five， if you put me on the same court， on the court at same time， see， 这样就可以 four now。阿凡达，阿凡达，黑色阿凡达。I'm very happy to join the Steelers. So far, it's been great, you know, practicing with the guys. I'm excited for the season, and you know, I'm happy to be here. And a lot of things gonna be changing over here. That's kind of my goal for the team, you know, to bring defense 1-8 right now.The goal is to change that to go into positive side. It's okay. 可以了，有人。Very nice to go. 上场就努力打，下场就是努力鼓励，就是这样。邱哥常常说我们场下都很好，场上没人在沟通，很像不认识一样。篮球本来就是大家爱的一个运动。所以我是觉得他们还是要去回到那个点，是说去享受那个比赛啊，就是 enjoy the game， enjoy 那个你跟你的朋友跟队友的时间嘛。在场上如果打球嗨起来的话，大家的氛围就是不一样。因为有些人可能比较不爱讲话，他就可能要我们这些比较年长的，还是比较会去控球部分，就是要去多讲，多提醒队友，这样才会球场上的化学效应才会越来越好。
而不是说大家都各打各的啊。我不知道你在干嘛，我你也不知道我在干嘛，因为大家都没有讲出来。你平常在训练当中就是要去多跟队友沟通啊，或者去提醒队友，就是把之前所犯的错误就是改善掉。不管落后还是领先的时候，我们就是要保持的去讲话，然后让大家专注在球场上，而不是说可能漏一颗球啊，你还在上气什么？没有没有，就是重新来，就是守下一颗或可能再攻一颗这样。我被烫，好烫，是不是？啊，好辣！我跟你喝，好辣！好辣！是不错的，给你。你中计了吗？美人计，每次来都中计。泰博阿瑶并没有进攻篮筐，而是攻击到篮底下来单打阿吉。换防之后也是打得很坚决哦。米米带给正如三分，先完正如的出手进，团队的第一颗三分。然后过掉老吴之后，换成左手上篮得分，好球！梦想家 recover 也蛮快的，阿瑶切入得分，一个一打二的传控快攻啊！这次在人堆当中的切入完，已经失去平衡了，但施晋瑶连得了四分。好，这个地板球打给了钱可尼，靠上去两分。阿瑶是不是受伤了？来看一下，刚才在防守的过程当中。是被敲到脑袋了可能被敲到眉角啊，因为那个地方是非常容易流血的。来看一下手肘的位置。其实静瑶这一场比赛的角色很重要啊，因为他的身高是足够去跟钱肯尼还有挖狗抗衡的。对，然后又是攻守比较平衡的锋线。他的发生失误，带给正如外线的出手力道大，挖狗篮板要注意退防哦。完了，退防快。对人快，早一点对。我在下面看了，我们有一个这么好的射手，没有人要去帮他后挡，他每次出手都是那种很仓促的出手。田敏今天状况很差，他可以坐下去辅助帮忙做挡，我们没人要做这个，每个都一直在单打单打。对，每个人在外面看，怎么可能会有空档？好来，好，可以。那现在的状况因为受伤吗？但受伤有受伤，另外可以帮助球队的方式，例如像在场边可以帮忙讲话、帮忙沟通、帮忙提醒，帮助球队不一定是说一定要在球场上才能帮助球队，能做多少事情，那能帮助这球队，我觉得就是尽力而已，这都是希望球队好。我当然相信正如，因为正如哥他一直以来都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射手，拿了就砍，哎呦，钢铁队长凶啊！示范的位置交给了吕正如，在四十度角。在外面等了很久啊！正如今天投进了两记三分，田敏那边已经死路一条了。再交给吕正如，投进了三分球。好，球很快来到钢铁队长吕正如的手上，底线的三分，单打动作的。哇，现场发出了哗然的声音。吕正如的第四节太猛了吧！单节三个三分球，挖口的三分。技能哇哦！今天演出了本季的代表作，不易得。林志伟一个人守两个，不妙不妙。最终梦想家就是96-79战胜了钢铁人，也拿下了队史最长的七连胜。啊，再次。就还是尽力帮助球队吧。那很可惜，我觉得。球队还是没有把我们需要执行的，不管是进攻或防守的
战术执行到位，都不会是最好的出手机会。即便我今天可能投了进了比较多球，但不会是最好的攻打出手。那我觉得这也是我们球队需要去改进的，让更多的空档产生，而不是留于太多的单打独斗，甚至是很多的大射。七，黄选，这个黄选可以报吗？可以，可以。我觉得我很不开心，因为没办法再回到球场上，没办法帮助球队，就蛮失望。就是在医院的时候有稍微看手机转播，然后刚一度有追到剩两分，可是我们现在就是差那一口气。毕竟大家可能看到我出去，大家应该会替我可能贡献一些力量在球场上。结局上当然不是我们想要，可是我觉得我们可以越来越好，慢慢改进。还有，今天不打。是可以打，只是他一直说可能撞到要修更久，很清楚自己的。这是钢铁人八天之内的第四场比赛，但暂时他们还不能喊累，因为今天钢铁人的首要任务是如何守住近三战平均得到33分的新竹阿北艾夫博。许振儒昨天上篮有，比较稳定的应该只剩振儒了，上一场是投进6颗3分。Lopez 振儒一个肥的位的后仰出手，哇哦，这节钢铁人完全靠许振儒啊，扳节9分，老大哥一夫当关啊。正如是这样，他是球队的队长，黄正呢是我们很重要的攻击手。对南博的期许，他就是球队最大咖的，他每一场球他就必须，即使对手贴着他身体，他还是要把球打进。哎，这球计算加罚，今天变成切入好手，正如蛮会打这个时间差的。啊，这个球霍利菲产生失误，右围2分，好的精彩，这个右围。距离右尾的出手有把握，陈右尾动心一点试试看。现在剩下7分差了，哎呀，铁饼冷不防的外线抽冷箭。我现在回到这场比赛了，这是个好消息啊！选择外线投进了，那也帮助球队反超了比分哦。5-4之后，他们就没有领先过，一直到了第三节的前段，而且一度落后21分。比赛开始的时候，大家的 energy 有点奇怪，自己的 energy 有点奇怪。I think 他们的 crowd 很 you know 很大很厉害。They started to pull away. We were down 20 points, but I think we gathered ourselves. We started playing together. 篮底下要打洋河没进，南摩反而在前场有一个上篮的机会，用左手。在那个时候，我们的防守是最重要的 ，you know steals, rebounds, everything. So that was the main point. Pulled it to 4 points at half, and then in the third quarter, we were up 10 points. 哎呦，这个飞行的距离有够远啊，丹师傅。Oh my god！ 正如给杨和，单节的第二记3分球。机会啊，只要能把握。我们刚刚讲过，钢铁的进攻是能够反超的。10-2的第三节开局了，钢铁人打出了他们的气势。一波5-0的第四节开局，高华扑倒在地，波陈佑伟再把球拿在手中传出失误。霍利菲球给克拉，这个球林志伟感觉好像打得蛮干净的，不过依旧有哨音。感觉是飞，好像挥在球上啊。这是丹尼尔，所以。犯规的情况呢，总是围绕着我该什么时候做到什么更坚固的防守，我不是很随便，就是手推动作、腰部动作，就让裁判很容易下哨。又一个下手犯规，是吕振儒的犯规，要进入加罚状态了。这是一个进攻犯规，抓的是持球要转身的塔蒂。对钢铁来说就蛮可惜的，他们比较没有办法去打领先球，当然有很多的因素啊。Small periods of the game where we made a lot of mistakes, lost our energy, we couldn't hit shots, just snowballed and became a bigger problem. We just gotta fix what we can and keep improving. 一方面是替补球员的这个落差，主力球员的体能都让他们常常在第三、第四节。就是顶不住那个领先的机会，再来就是犯规麻烦。哇，现在小烈的感觉持续的上升了。
单节三记三分球，工程师是94-83，在今年球季第一次的交手击败了钢铁人，工程师也拿下了他们今年球季最长的4连胜。Of course, you're frustrated we lost. We almost were there once again, but towards the end of the third, we couldn't sustain it. And you saw in the fourth quarter, they came back. Just need to keep pushing, keep getting better. You know, myself included for sure, like, gotta be better. So hopefully we can keep improving. 输球有的时候就只是一个 bad day, 但是它不是 bad life. 这些不管打好打差都是大家并肩打出来的，保持着互相不埋怨，抱着希望巩固球队的凝聚力，这是唯一的一个方向。那其实我们一直以来这几场比赛我都觉得我们是都有机会，那我也相信大家其实是一直想要去做一些改变，想要终止这波连败，因为毕竟连败这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球队氛围多少一定会受到一些影响。我还是相信各位，相信教练，相信球队，其实我们一直都有机会，我还是相信大家，我们是可以顺利拿下胜利的。